小林玩具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超级喜欢收藏宝石的宝石专家小林。快看看它们，多好看呀！晶莹剔透，哦，闪闪发光。还有这边，哦，太好看了！哎，对对对，我最近啊，找到了这一块奇特的爱心岩石，这里面又有多少闪闪发光的宝石等着我开采呢？想想就好激动啊！噗噗噗，开始吧，让岩石变软一点，然后从中间开始。哦哦哦，继续加油，再喷点水。快看，这里好像有一个。哦，出来了。哦，岩石都去掉之后，这中间怎么有洞啊？嘿嘿，不过是粉色的，好好看呀。出来了，这次的里面亮晶晶的，哎，更好看了。这个也好美啊。宝石全部都已经洗过来了。哇，虽然是很好看，但是它们怎么都有洞啊？哦，这是，哦，我知道了，这是宝石手链。啊，哇，赶快穿起来吧。起来！哇，真的很好看！哇哦！噠噠，真的好喜欢这个手链啊！那么大家呢，也可以在家用这个玩具一起来挖宝石、做手链喽！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